Oxygen 是英国曼彻斯特市中心的旗舰项目，位于曼彻斯特核心 M1 黄金地段，步行大概三分钟即可到达 Manchester Piccadilly 火车站，这个同时亦都是未来高铁二号铁路站的总站。Oxygen 距离价值11亿英镑的大型重建项目 Mayfield 只有600米距离，并且覆盖曼彻斯特的两个大型购物中心 Trafford Centre 以及 Under Centre， 购物与娱乐设备应有尽有。Oxygen 特设24小时礼宾服务，为居民提供豪华的休闲设施，全方位享受五星级奢华生活，包括25米室内游泳池、桑拿房、健身室等。Oxygen 总共有345个住宅单位以及12个特色联排别墅，提供一房以及两房户型，售价由25万英镑起。曼彻斯特是英国排名第一的房地产投资所在地，由于过去10年曼彻斯特物业的大幅资本增长以及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，令世界各地的房地产投资者纷纷转向曼彻斯特。以下是几个值得留意的市中心大型建设项目。 Spinningfields 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，集金融、娱乐、购物于一身。 O'Granada Studios 是建设中的最新商业区，未来为曼彻斯特提供多个就业机会。 Circle Square 是一个大型综合发展项目，2020年已经完成将近三分一的建设，包括房屋、办公室、停车场、酒店、商店、餐厅、酒吧等等。当然，讲到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大型建筑项目，不得不提的是由曼彻斯特市政厅联同交通管理局重建及翻新的 City Centre Park Mayfield。 Mayfield 占地24英企，为曼彻斯特市中心建造多个 office 同埋大大创造未来就业机会。曼彻斯特租务市场成熟，市中心空置率接近1%，是英国上车的最佳选择。